幸好了，是不是啊？幸好了，幸好了，大爷。没见他，啊！百达，你不说这个，这个我都看不明白。你应该说这个线干什么用？干什么用？说吧，重新录。不用说吧，不是说你知道你干啥了？这两个线，你今天要不接反了怎么办？这没有。头都捋过来，这头在哪？这是哪个线？那个说的是。就是接线也得，应该是也得说的。你看这么多线，都不知是干啥用的。接完了以后介绍一下也行。接完了也行，接完了。嗯。这个可以对上线用。这样再对一下。直接就进行操作就行了。加上就行，这样加上就行。这就把那三十八合上去吧。啊？那三十八里边。那三十八？哪地方？三零二，三十八的合上。合上。没电吗？没有，三十八没电啊？三十八没电啊？看见。
那可以了吧？嗯，可以了。